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乐舞教研集。世界上女众似乎是比男众多，我也感到佛弟子当中女众比男众多，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女众经验到的苦比较多。成佛没有男女的差别，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只要是希望离苦得乐的任何众生，都欢迎前来学习佛陀的法教。吃肉不一定是对身体好的，而且放弃肉食是让我们的上师长寿有故的方法，或者可以说是让我长寿一点的方法。为了让自己具恩的根本上师或是传承的上师们长寿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放生，而放生最好的方法就是吃素。另外也可以说，我们是为了关爱满虚空遍法界一切的众生而发愿如素。见师三要，手捧哈达，以一颗清净的心态，合十弯腰，以一个弟子的身份，谨言慎语，以一种求教的礼仪。
开示，第十六世道宝法王，当你开始起修时，障碍就会跟着出现，但你一定可以通过考验，障碍是成功的征兆。第十七世道宝法王，要把你所遇到的障碍都当成是佛道上的庄严。对于一个佛法的行者来说，我们都是历代的噶玛巴如佛，他具备了大智、大悲、大力的功德，我们都会这样子来看噶玛巴。但就我自己来讲，我觉得自己只是持有噶玛巴这个名号而已，心中从来都没有傲慢的觉得自己是佛，或者认为自己就是噶玛巴，也从来没有以这样的傲慢心来做过任何事情，我自己是这么想的。由于很多佛弟子与法友们对噶玛巴如佛一般的尊重，因此他们来看我问很多问题，例如生活上或者关于未来的问题，也有一些是很特殊的问题，如果我不给予回答的话，就不符合一个菩萨该具备给予众生方便的心智。因此回答问题时，我会祈请三宝并且禅修，这时自然会浮现出一些景象、一些答案给予大家。我不喜欢故意思维或造作出一些好听的答案来回答问题，而是会听从内心自然的答案。
陀。我们要记得释迦牟尼佛，随时恭敬他，感恩他。我并没有亲见佛陀或得到特别的加持。或许这样讲起来并不太恭敬，但我真的觉得佛陀非常亲切，尤其每次遇到困难时，所谓的困难，通常都是心里的一些问题，比如说沮丧或失望时，我就会想起佛陀。或许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梦见过佛陀，当然并不是真正亲见，梦中所见的并不是看到一尊佛像，而是活生生的佛陀出现在我梦中。从此之后，我总是在心里想着佛陀的样子，甚至不用刻意想，也会有佛陀的显像或是相貌出现在我心中。因此，我心中有任何苦痛时，自然也都消失了。悲心，当我们打开自己的心，去看所有如父母般的众生，会升起一种出离、难过的感觉，然后想要拔除他们的痛苦，这就是悲心。律度母可以说是一切度母的根本和基础。为什么度母是这么重要呢？因为在修行中，我们总会遇到的障碍或是恐惧升起时，便需要依止一位能消除障碍及恐惧的本尊，
而这本尊即是绿度母，因为没有比绿度母更能够帮助我们消除障碍与恐惧的本尊了。慈悲的种子，所有人的内在都有慈悲的种子，它存在的形式与程度有差别，但无可否认，每个人的身上都有。事实上，慈悲犹如焊接完成的固定电路，它是我们内在的定性，但是我们也具备将它关闭的能力。当我们将慈悲关上时，感觉像是我们完全没有慈悲心一般。基于这个理由，培育慈悲的种子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，这样我们才能够看到自己与其他众生的事同体不离，才能开展出对他人的慈悲。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，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，到处去利益众生。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让佛陀的智慧，让佛陀的大悲心
充满这个世间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小神通月，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亿兆倍，法华功德妙难思，十方诸佛所称赞。若读若诵若解说，能入涅槃解脱道。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特举办恭诵妙法莲华经，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，日期11月9日到11月11日，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电话0398993190，0398993190，0398986866，0398986866，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疫情期间参与共修，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。慈悲置业花莲中心起建药师法会，恭请常住法师领众，日期11月12日到11月14日，12到13日，恭诵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，14日。礼拜药师宝忏，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花莲中心，花莲市建国路160号，电话0383116730，0383116730，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。位于云南丽江蛇山之巅，远眺玉龙雪山。相传此地是迦摄古佛的道场，诸佛菩萨以愿力在此成就清净琉璃宝塔作为供养。金塔寺于2004年由17世东宝总巴活佛巴仙住持，传承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教法，福佑群生。金塔寺现有建筑面积109.2亩，有东宝尊圣塔、莲花生大士、观音殿、千佛万灯殿、阿育王石柱、弥勒菩萨坛城大殿，其中标志性建筑东宝尊圣塔为一座典型藏传佛教覆钵式鎏金佛塔，供养珍贵的由第14世噶玛巴所制大藏经。塔寺集汉藏佛教为一体，大气磅礴，
美幻天成。观音殿供奉观世音菩萨，千佛万灯殿，殿内供佛千尊，十灯万盏，点灯上供诸佛，下施众生，增进戒定慧，消除贪嗔痴。莲花生大士象征大乐智慧，破除贪嗔痴。左右两尊为护法空行母。金塔寺可说是集一切利众生的方法于广大的园区内，这是来自诸佛菩萨的供养，诸有情进帐集资的吉祥圣地。今天是六斋日，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，劝请大众持守八关斋戒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不眠坐华丽之床，不着香花幔，不香油涂身，不观听歌舞，不非食食，也就是持斋或五不食，随喜您的功德，阿弥陀佛。